这部名为《大长今》的电视剧在韩国MBC电视台上映，截止到现在呢，《大长今》已经出口到全球89个国家，世界上一共有3000多亿人观看过这部电视剧，韩流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也专门为大家准备了 大长今的主题曲，让我们一起回忆一下这一部韩剧的经典力作，掌声有请。